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92页倒数第四行，别行，前面学到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念老在注解里提醒我们，福德无量，所以感得受用种种一切风俗，这一句话很重要，因为一切风俗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怎样才能够获得？修福积德就能得到。如果不是修福积德，用种种手段所得到的，都是造罪业。罪业的果报都在三途，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我们是人间希望富贵，就要积功累德。那么今天借着看下面别行第一小段，随意自在，请看经文：宫殿、佛事、香花、梵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念是心想，这一些自在就是受用，无不是心想事成。我们在现前日常生活当中注重这个念子修因呢，什么是最好的念头？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最好的念头，没有比这个念头更好了。所以一切念头都应该放下，单提这一念，不要让这一念中断丢失了。
啊，口里不念没关系，心里面这个念头想许，这个重要。啊，口里念累了，可以不出声音，心在念，尽可能的让这个念头不间断。那我们的果报就跟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同。啊，真的是随意所需，悉皆如念。经文分成四段。啊，第二段讲食自在，啊，以下从饮食、衣服、住所三方面，明其受用具足。啊，这第二段讲饮食。食自在，请看经文：若于食时，切饱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食，实无食者。但见色闻香，以已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住，是以化取，实之佛性。极乐世界，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所受用的身相，跟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不一样。我们这个地球乃至六道轮回，再往上推是十法界。十法界里面，一切万事万物，从哪里来的？大乘经教华严经里面，佛告诉我们，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两句话是讲的十法界一真庄严，那是心生的，心是真心，真心所生所现。阿赖也是妄心，妄心所变。这个说法了很不好懂，我们用电视屏幕大家就好懂了。啊，现在科学技术发达，电视几乎家家都有。啊，打开屏幕是一片光明，什么也没有。这是打开屏幕，让我们看到一片光明，这个光明就像是极乐世界的长极光一样。这是什么？法身。法身没相，没有物质现象，没有念头现象，也没有波动现象，通通没有，一片光明。净宗称它做长寂光土。长是不生不灭，这叫长，有生灭了就无常，
啊，极乐世界一切不生不灭。我们这个世界，十法界里面是无常，十法界里头，啊，有生有灭，长极光是常，啊，常是不生不灭，即是清净无为，没有现象，啊，光是一片光明，它的相就是光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确实像我们打开屏幕这个样子。那么屏幕打开了，我们第二个会按一个频道，频道按下去之后啊，从屏幕上现出现象了，啊，现出人相，一切万物之相，啊，那么这个相，屏幕上的相是有生有灭的，我们现在用的电视一秒钟生灭多少次啊？现在的科学技术是100次啊。换一句话说，电视上屏幕的像一秒钟已经换了100张了啊，就像动画一样，它已经100张。那么我们现实，我们眼睛所看的，耳朵所听的，六根所接触的，一秒钟有多少个画面？佛说得很清楚，现在量子力学家证明了，一点都没错。所以佛法是科学，高等科学啊。经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一弹指一秒钟可以弹几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啊！我这年岁大了，体力衰了，我一秒钟大概可以弹5次啊！我相信年轻体力强壮可以弹7次。那么32亿8000年乘7，这一秒钟多少次？2240兆就在眼前，我们没有感觉，是真的不是假的，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啊，在这种高频率波动状况之下产生了念头，从念头产生了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是假的，不是真的。一秒钟生灭2240兆次，所以佛在《金刚经》上说，《金刚经》大家念得很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无论是物质现象，是念头这个现象，念头是属于精神现象，啊，都是在这么高频率之下产生的，不是真的。这个念头生了，马上就灭掉了，生没有来处，去没有踪影，你找不到啊。
多少众生被他欺骗了，执着他是真的，执着他有啊，不然是我们人被他欺骗了，二十八层天也被他欺骗了啊，声闻缘觉全叫菩萨，虽然知道没有真的啊，像我们现在我们知道自己没真的啊，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没有功夫啊，要修正有功你才能证得，所以叫功德了啊。修什么？八万四千法门，甚至是无量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方法门径没有一定，而且无量无边，原理原则是一个，这个我们得搞清楚搞明白啊，然后怎么，然后才懂得经上所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任何一个法门你只要功夫得力，你就能证得。所以法门是平等的，不是说只有这个证得，那一个不能证得，不是的。任何法门都能证得，但是要懂得一个原则，决定是一门，不能同时修两个门。三个门那就麻烦了，这一个房间你不可能从两个门进来，从三个门进来，你能进得来决定是走一门，无论是东面的门是西面的门南面那个没关系，你进来了啊，一门才能进来。佛在大乘教里讲的太多了啊，劝告我们呢，修行要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为什么？这个话就是修学的戒律，修学的规矩，你要懂，你要遵守，常时熏修就能成功，这得定了啊。譬如一般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喜欢读书的人最容易入门是什么？读经嘛，要诵经，是真的不是假的。可是诵经要会诵，读经要会读，听经要会听啊，大乘起心论上教导我们，我们读经听经不执着言说相啊，言说不要执着，听懂就好了啊，不要执着名字相，名词术语是释迦牟尼佛教学的方便，你要执着它是真的错了啊。比如说佛、菩萨、罗汉，这都是名词术语，
你只知道它真有，错了。这是佛的方便语。佛是恒顺众生，随机施教。啊，现象不一样，说法不一样，叫你开悟，叫你得定是一样的。啊，那最重要就是要得定啊，要开悟啊。啊，所以经有没有意思？告诉你，没意思。你只要去念，别想里头意思，想里面意思是你自己的妄想。没有意思啊。通了之后怎么样呢？有无量意。还不是一个意思。无量意你就能应付无量众生。菩萨来向你请教，你为菩萨说法。为菩萨说的话跟为阿罗汉决定不一样。为阿罗汉说的话跟六道凡夫又不一样。所以无量意啊。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不能执着，不能着相。最怕着相。啊，那么我们就晓得众生跟佛的差别，就是着不着相。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念佛也好，诵经也好，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佛。用什么方法到这个境界？就用诵经的方法。诵到什么程度？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成佛了。啊，这个境界就是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净土宗称为理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有事业心，有理业心。啊，那么有起心动念，还起心动念。啊，没有分别执着。啊，这是菩萨境界。第三种，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的境界。那么如果说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你是六道凡夫。你看看八万四千法门，统一的一个目标，都是叫你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所以八万四千法门平等，无量法门平等，都能叫你达到这个境界。学佛，这是真学佛了，这是求无上菩提。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他的师父了不起的人，不是普通人。啊，有慧眼，认识人呐，一见面就看到这个人将来一定有成就。什么成就？成佛了，他会成佛。
他怎么看出来的？这个年轻人诚实，这很难得啊！诚实是用真心，不用妄心的，听话，真干啊！这个学生有这三个条件，这是成佛的材料啊！师父的帮助他成佛，他要不成佛，这师父对不起他。那师父遇到了，教给他一个法门：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还附带说了一句话：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这话重要啊！明白了是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海鲜老和尚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理业心不乱了、啊、理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然后怎么样？师父说了不能说，那就不说了啊。他要是说法，跟释迦牟尼佛，跟唐朝六祖慧能大师没有两样啊，他们是同一个境界。一句佛号，这是什么？上上善根所学的。一般人念这句佛号不行，念一辈子功夫不得力，最后依旧搞六道轮回。什么原因？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他不懂这个道理。啊，这个功夫有等级的，从低往上爬。首先练什么呢？练不执着。用什么方法不执着呢？阿弥陀佛。啊，执着念头起来了，阿弥陀佛打掉了。只有这一个念头起来，除这个念头之外，不许可有第二个念头。眼见色看得清楚，耳闻声听得清楚，看清楚了，听清楚了，不要往心里放。高明确实是的，不放在心上。心上是什么呢？心上是阿弥陀佛。谁会念？海贤老和尚会念，他做到了，所以他成就了。我们没有办法像他那样成就，就是一面念着，一面心里头还有分别有执着，这个不行啊。这念佛没功夫啊。那就是我们不如他的，他真诚，我们虚伪，搞假的，没搞真的。啊，他听话，我们不听话，不听老师的话，也不听佛菩萨的话。啊，经常所讲的，我们不相信，我们怀疑，这就不听佛的话，那怎么会有成就？那我们没有真干了，毛病出在这个地方，不能不知道啊！啊，知道赶快改过自新还来得及。这个法门广大，不可思议。啊，第十八愿，
到临命终时，这一口气还没断，还来得及，这还得了啊！啊，一切放下，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往生了。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扎斯第一次见面就叫我看破放下，这是传法了。啊，看破是什么意思？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无蕴皆空。啊，就老和尚常讲的，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这叫看破啊。既然是假的，没有真的，为什么不放下？为什么放在心上？不放在心上就是放下，心上只放阿弥陀佛，成功了，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了。啊，我看他的光碟，跟老人没见过面。我在光碟里面体会，他念到功夫成片，应该在25岁左右。他20岁出家，师父教他这个方法，修行的方法，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3年到5年肯定得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是一心不乱的最初的阶段，刚刚得到。啊，得到这个就管用。管什么用？阿弥陀佛一定来给你报信，给你道喜，你功夫得力了，啊，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啊，10年、20年，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去，你的心踏实了，啊，这个话是佛来告诉你，不是假话。那么有很多人，真的很多，不是少数。遇到这个缘分了，见到佛了，或是定中见佛，或是梦中见佛，见到佛了，见到阿弥陀佛，就要求阿弥陀佛，我的寿命我不要了，我现在想跟你去。佛很慈悲，啊，点点头，好吧。3天之后来见你，1个星期以后我来见你，半个月之后我来见你，到时候真来了。所以《往生传》净土圣贤录里的那些念佛3年往生的，大概都是这种情况，绝对不是说刚刚好开始念佛，到3年的时候，这寿命就到了，啊，这个当然也有，太少太少，啊，都是自己要求寿命不要了，这世间太苦啊！你看这经上讲的极乐世界多美好啊，为什么不赶快去？这有什么好留恋的？啊，我们相信。海贤老和尚在24、25岁，他就有资格往生，他就会跟阿弥陀佛要求，我相信他一定求。可是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很如法啊，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做个好样子，
给学佛同学看，做个好样子给念佛求生净土的人看。寿命就长了，不但长了，到最后还有个使命给他。啊，这使命是什么？化解净宗最近这一二十年的麻烦呢、啊？这麻烦从哪来的？夏莲居老居士做这个会集本，许许多多人反对，那这个会集本我也是早年遇到的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学经教跟他十年啊，在台中那个时候这个本子传到台湾，他老人家讲过一遍啊，把重点就写在书本上，中国古人叫眉注，简单的注解，他的注解我看得懂，我跟他学了几年我就能看懂的东西啊，他讲完之后我才认识他，所以我没有听到啊，但是我这个注解我就能看得懂啊。那个时候我就想发心讲这部经，老师说不行，你年龄太轻了啊，外面如有压力的话你招架不了，叫我好好收藏起来，等待缘成熟啊。什么时候缘成熟呢？他老人家往生了，他往生的时候是97岁啊。往生之后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啊，这本书我带在身边，我就想到老师这个眉注，许许多多人都没有看过啊，甚至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情我就把这个书发心想翻印流通，让大家都知道啊。我那个时候印了10000册，啊，在美国、加拿大那一边的同学就齐秦我讲这部经啊，所以我在加拿大讲过一遍，在美国好像讲过两遍啊，先后我记得讲过10遍啊。以后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老居士到美国弘法，我们有这么一个缘分联络上了，他只带了一部，那个时候是未定稿，送给我，我看了之后无量的欢喜，就打电话问老人你有没有版权，他说你问这个什么意思，我说你有版权我尊重你，你没有版权我拿到台湾去翻印啊。他听了很欢喜，他没有版权，而且还要求我给他写一篇序文，封面给他提示，我都照办了啊。那么这两本书出现，能度末法9000年的一切众生，来了一股风浪反对这个会集本，当然
也就反对这个注解，念老高明有智慧。你看他的注解啊，每一段里面都是一个卦物，因这个话是谁说的，从哪里来的，记住啊。老师做会记本是会记的，他的注解也是会记的，他一共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啊，不是我自己说的啊，佛经上说的，古圣先贤说的，祖师大德说的，正知正见的，哪里会有差错呢？啊，这个最后来证明也是海贤老和尚来表法来做证明啊，让我们许许多多依照这部经，依照这部注解学习的同修信心坚定了啊，那我们都不够分量了啊，一定要等老人家来实现。啊，这个是为什么佛要叫他老人家多住几年，道理在此地。啊，那么最后往生，我相信阿弥陀佛祝福他的。什么时候你遇到一部书，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佛就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啊，他天天在盼望，因为大家都知道老和尚没读过书，不认识字，所以谁送书给他？不可能有人送书给他嘛！哎，居然就有人带了这本书到山上，老和尚一看到有人带了书去，这是什么书啊？啊，非常欢喜，非常高兴的样子，啊，那就。阿弥陀佛说的这个是不是这个啊，结果人一说这个书啊，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善人，果然没错。老和尚一听生大欢喜心了啊，穿袍大衣拿着书照相，从来没有人看到老和尚这么欢喜的。为什么？阿弥陀佛给他约定了3天之后来接引他。我们看老和尚的观点，看永世集，要能看懂这些道理 啊，那这一照相为我们证实，经是真经，注是正知真见，没错，我们依照这个经，依照这个注解修行，决定没错啊。而且生战生里面有一篇很长的文，就是讨论会集这桩事情应不应该做。弘林法师收集许许多多的证据，说得清楚，说得明白。那会集是在讲佛经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就有会集本啊，他举了很多例子啊。第一部经我想就是会集本42章经啊，里面一共42段，是当时摩腾诸法兰年为尊者就佛经里面重要的句子摘录下来编成一本，那就是会集。啊，哪有不能会集的道理啊，但是会集有会集的规矩，历代会集的时候是有犯规的。而像莲公的这个会集文，你找不到毛病，它里头每一个字
都是原译本的经文里面字，没有改变一个字。这高明之处啊，啊，汇集经里面说，这是最好的一个本子，最忠实的一个本子，怎么能不相信？啊，所以在这个一个本子里头，我们把五种原译本里面的经义啊精华，佛所说的，通通在这个本上。汇集的好啊！啊，老人家这一表示，现在没人讲话了。啊，我们学习的人心定了，对于念佛求生净土，对于这修持真正修复修复。想得到佛法真实殊胜的利益，障碍少了，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啊，那我们看这个十自在这段经文，经文读过了，我们再看念老的注解。啊，注解里头，不起，切薄不起。出家人，当年世尊在世，日中一时是突破的。啊，这个波也叫应量器，啊，大小是有规定的。我们有多大的饭量，用多大的波。啊，小了我们吃不饱，大了就剩下了多余，会糟蹋掉。啊，一定跟自己饭量相应，所以叫应量器，啊，叫应器，叫梵语波多罗，翻译成应器，或是应量器，乃出家人成饭食之器。啊，那么在极乐世界需不需要吃饭？不需要，它是法性身，它是唯一心所现，他没有为时所变。啊，我们这个神很麻烦。啊，是妄心变现出六道轮回，变现出十法界。啊，自性所现的就是一真法界，这一真，它不是假的。十法界是假的，六道轮回是假的。啊，所以说六道轮回没有一样是真的。老和尚说得好，常常叫人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的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假的统统放下，不要放在心上。啊，断悟。断恶完了就没事了，不放在心上。修善，修完善法也没事了，通通不要放在心上。这就对了，这就是真正会念佛，真正修念佛三昧。啊，经上讲的自然现前。汉译说：“满其中，百味饮食自此，若随意
则知业无所从来，业无有共作者，自然化身。你想吃饭，钵就现前；不想吃饭的时候，钵没有了。啊，不随身带在身上，想吃饭它就现前，就在手上，而且里面盛满了。啊，那个饭跟菜都是你喜欢吃的，变化所作，就自然在前。有没有供养的人？没有。有没有人在做主？也没有。自然完全是变化，像他化自在天一样。他化自在天的天人一切受用，是第五天，就是化落天变化去供养的。他还有供，不是自然的。极乐世界是自然的，没有人变化，没有人来供养，比桃花自在天还要高一层。啊，那么念老底下告诉我们，是指薄起饮食等等，皆弥陀本愿所感，故不需造作，自然出现也。好啊，这个经呢，字字句句让我们无限的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念老的注解集注又如是啊，太好了！我们这层修佛想成佛，需不需要念很多经典？不需要，就这一步就够了。我这一生念了不少，讲了不少。那我到晚年，我是85岁，统统放下了。啊，这一生活在这个世界，活一天就讲这一步，不讲别的。啊，就念这一句佛号，万缘放下。法上印舌，何况非法？法是佛法了。《金刚经》上教给我要舌，何况世间法？啊，就这一部经，一句佛号够了，大圆满呐！跟谁圆满？跟华严圆满。啊，华严我讲过两次都没讲完，太长了。啊，我也讲得很详细。我第二次讲的时候讲了4000多个小时。啊，我记得讲到初住品。啊，40华严我也讲过。早年间，啊，那么无量寿经，古大德说，这不是我说，把他评价，他是中本华严。换一句话是，这个经的内容跟大方广佛华严是平等的，没有差别。那它的分量短一点，叫中本。那还有小本，小本就是阿弥陀经。大本呢？大本是大方广佛华严。啊，所以我从大本华严换成中本华严，啊，换成中本华严。如理如法了，真的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那晚年就这部经
我也给同学们细说，说完了研究讨论啊，用这个方法培养下一代的接班人。啊，希望下一代讲得比我更好，修得比我更有成就，我欢喜。啊，不为饮食，指百种好味。为什么要说百味？古时候皇上，帝王，帝王吃饭多少个菜呢？100个。啊，是百味饮食，这是皇上吃的，御厨所做的。啊，三餐，无论是早餐、晚餐、中餐，都是100道菜。啊，所以他那个菜碟很小，像装酱油碟一样，很小，我看见过。啊，早年我访问北京，有个朋友，曾经是住澳洲的大使，我们认识，以后退休了。啊，知道我在北京，打电话找我请客，啊，在哪里请？在家里请晚餐。我也没想到，哎，都是小碟菜，做了40多道，客人就我一个。啊，就是我们两个人吃，那就是御厨，我就看到的时候。当年皇宫宫殿里头，啊，这百味饮食。下面有大论曰，大论是大智度论。有人言，能以百种根供养，是名百味。丙种，素，无百，其味有百。是名百味。啊，那是大智度论，有这种说法。啊，能以100种这个根，就是代表餐桌上所摆的这些菜碟、菜碗，它也有装汤的。啊，这是指大供养、大法会、大供养里头，饼种类有500种。啊，这就是点心。那个味呢，有100种口味。啊，数量呢是500种。啊，有100种味。有人说，有人也，100种药草、药果做欢喜丸。是名百味。啊，那么这也是一种饮食里面的一样的。啊，是以药材所制的食物。啊，也能称之为百味。按菩萨之果报。
国报里特别是讲是吃的与神通变化时有无量位，这个拜位是人间的帝王啊，那个佛菩萨不一样啊，他们神通变化了，不止拜位，无量位啊，啊，彼土甘露为师。严苛思议啊，这都是极乐世界的饮食，我们无法想象，也没有办法说清楚啊。所以所谓百味者，只是顺此方习俗而，这顺中国人的习俗，中国帝王啊，每一餐是一百味，一百种口味，这是顺此方的习俗。下面一句，实无实者，实实在在说他们不需要饮食。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习气到极乐世界去了，好像很久没吃饭了，想到了，这一想的时候，这个饭菜就在面前啊，这一想，这是极乐世界，不需要这个了，它就没有了啊。所以因彼土众生莲花化身，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啊，本无饥渴之苦，他不会饿，他不会口渴，所以他不需要饮食啊，就故无食者啊，极乐世界人没有饮食。可是刚刚到极乐世界往生的人，他这个习气没有忘掉，那怎么好久没吃饭了？哎，这个念头一动，这个食物就现起。是但为一乐二食也，他一看到这个，见到菜的色彩、见色、闻香，等于就吃饱了啊！不是真的，像我们在吃的啊，真的要让肠胃去消化啊，他们肠胃不做这个消化工作啊，所以身体健康，故见色闻香以以为食，非真食也。那又此妙事，居增上用，它也管用啊！管什么用呢？能增色力啊，见色闻香啊，身体的颜色格外好看啊，这个力是体力，体力更强啊，因为它并没有真实，所以它没有大小便利啊。佛贤彼土一切习界超世稀有啊，超越我们这个世界，非常稀有啊。又甚者身心柔软，于此妙味也无贪着啊，却没有说这个好吃多吃一口，那个不好吃就放弃了，不吃的没有。为什么？这种念头断掉了啊，挑剔好坏念头没有的清净心、平等心，不但清净平等，聚而不迷，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
见性成佛，他在佛境界里头啊，啊，日所受用啊，皆无摄取啊，这个皆无摄取，就是底下这句话，又云舍离一切执着，他没有执着。这是我们现在要学的，一切时一切处，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通通没有执着啊，包括意，就是我念头，念头还想着佛法，不执着，对一切经教赞叹欢喜，对一切法门恭敬赞扬啊，法法平等，无有高下了。一个心愿，希望大小乘佛法都能够很快复兴起来。那我也常鼓励大家，特别是年轻人，要发心学习经教，喜欢哪个宗派你就认真学习，喜欢哪个法门，这个法门里头主修的经论要下功夫，每一部经论都有人乘船，佛法兴旺啊，我在早年，我记得40多岁的时候，星云法师建立佛光山，办了一个东方佛教学院，请我去做教务主任。那个时候，他有130多个学生，我跟他建议把学生分组，3个人分一个小组，这一个小组呢专攻一部经啊，学习的期间呢10年啊，那么130多个人可以分成40个组，也就是40部经论啊，3个人专攻，只希望有1个人学会，那么佛光山就有40部大经大论，那真是佛光普照世界啊，星云法师不能接受我的建议，他说那样做不像学校，我就告诉他，像学校出不了人才，不像学校出人才。啊，最后我还是离开了。啊，那个学校教学的方法，我知道啊，那不会成功。啊，一个早晨3堂课，3个老师教，教的课程不一样，那学生头脑学迷惑了，这个还没消化掉，那里又来了啊，到了晚年我们碰面，他后悔了，后悔来不及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44岁，我们两个同年啊，40多年一眨眼就过去了。如果那个时候他把我留在佛光山啊，佛光山至少会有30-40个讲经法师出来。
啊，佛法要跟老祖宗学，不能跟现代人学。老祖宗的教法是正确的，一对一的教学，而且就是一步，啊，没有学两步的。啊，两步，除非你这一步学毕业了，真成功了，啊，在里面开悟了，至少也是小悟，小悟是阿罗汉，大悟是菩萨，大彻大悟是成佛，是法身菩萨，真管用啊！我非常惋惜，没有福报啊！啊，我们童年，他看到我身体比较好，问我怎么保养，我说我没事啊。你的事情太多了，我问他建多少个寺庙了，全世界差不多建300个寺庙，那操心啊。我说我到现在一个庙都没有啊，我这一生不操心啊，永远守住，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三不管真正能放下，这个放下张家大师教的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李炳南老居士教的啊，不是我发明的，真有效果，真管用啊。所以这个地方一句话，这一句话也是经文，舍离一切执着比什么都重要，有一桩事情执着放不下，临命终时求往生都产生障碍，你就去不了。啊，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呢？七情五欲是六道轮回根之根，这个东西不放下，你怎么能走得了？啊，下面说故无所为主，这些美味，你要是问他，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啊，无所谓是没有分别，着没有执着。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吃饭。穿衣居住的这个房舍要能做到无所谓主，就能得功夫成片，就能得一心不乱。啊，海鲜老和尚跟我做最好朋友，我感到是他25岁功夫成片，30岁事业心不乱，顶多是40岁事业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了。啊，他不是顿悟，是见悟，六祖慧能是顿悟，但是悟入之后，境界平等，没有高下。
啊，所以吃完自然化去啊，想吃的时候它又出现了，一切自在无碍啊。举一个例子，是自在，一自在，没有一样不自在。啊，我们再看念老底下这一段，说又此经文，正贤往生论中庄严受用功的成就。继续，这是往生论说的，爱要佛法位，禅三昧为师。啊，这是用我们这个世界色界天。色界天人，色界是四禅十八层天啊，这十八层天人他们不需要饮食啊，他们用什么呢？三昧为食，三昧是禅定，在我们这个世界咱们没见过，但是听说过虚云老和尚，他一入定一个月半个月很平常的啊，他在禅定当中，出定的时候感觉的是很短的时间啊，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啊，过年前大概前一两天，他住茅棚，茅棚距离到寺庙不远啊，在寺庙里拿点些饭菜放到锅里面啊，锅火点燃了，慢慢他在等他这个主日啊，还有点时间，他就在旁边打坐，这一坐就入定了。到过了年，过了十五啊，大概总有二十多天了，很多人没有看到虚老和尚出来，就到茅棚去看他，哎，看他在入定啊，就用银磬在他耳边敲敲，那什么叫他出定啊，他听银磬响的声音他出定了。哎，出定看大家，你们怎么到我这来了，我这个月还煮了芋头来打开一起吃，结果锅盖一打开芋头长毛了。他只是感觉到的是吧，十几分钟时间。而实际上人家告诉你已经入定了差不多十几天，将近二十天定中，没有时间，没有先后，定中没有空间，没有远近啊，所以念佛人往生极乐世界，莲花化身是禅三昧呀，不是自己修的，是阿弥陀佛所修的。阿弥陀佛发的愿，把他所修的功德加持给往生的人，让往生的人在这一刹那当中，转八十成四智啊！啊，这个肉身产生变化，没有了，不在了，它本来是空的啊，它不在了，那么剩下来的身是法性身，是心现的，唯心所现，是那个身，唯识所变的身没有了，不见了啊，唯识所
遍地生要饮食，像我们在六道轮回里要饮食啊，是个生灭身唯心所现的，是不生不灭，不需要饮食啊。所以往生论里的说得好，你看爱要佛法位，不是百位，不是无量位，法位也啊。法位是什么呢？禅三昧啊。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诸位一定要知道那个地方真无量寿。为什么？他没有时间，他可以回到过去，他可以进入到未来。过去未来在哪里？就在当下。他能见到，他能听到，他能接触到。他没有时间，没时间，没有先后，他能够回到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讲经的这个法会，他就看看，哎，就在眼前。他也能够看到未来啊。现在是公元2015年，20000年15年之后是什么样子，他在面前就看到了。时空不见了，时空是假的，是我们迷失自信，以为有个时空。时空是从妄想生的啊，从心想生的。你不生，没有这个心想，它就没有了。论著是谭鸾法师著的，说得好啊。啊，是故心大悲愿，心是心起，动了这个念头，大悲愿，愿我国土。这个是故心大悲愿，谁先的？阿弥陀佛，在因地，在法藏比丘那个时候，啊，是愿我国土，以佛法，以禅定。以三昧为师，永绝他师之劳。这个愿兑现了，在极乐世界兑现啊，所以他不需要这些劳动。那么爱要佛法位者，这一句如日月灯明，佛所说的啊，说《法华经》，说多久呢？60小劫啊，这60小劫，十会听众，当时参加法会这些听众，一坐一出，60小劫，也坐在一起听，也经。经历60小劫，如实情，无有一人呢，若身若心而生邪觉。这60小劫是一念啊，时间没有了啊，所以这些人，这些听众。听佛60小劫这个经说完了，起坐的时候就好像吃一餐饭一样，很短的时间啊，没有一个人身体有疲倦啊，或者是心里面
有念头？没有。啊，没有懈怠，没有疲倦。法为为师。啊，这是讲法会，听法华经，法味法喜充满，法味为师。一禅定为师者，为诸大菩萨常在三昧，无他摄也。啊，三昧就是定，这些菩萨们所修的。是大定，是自信本定，慧能大师告诉我们，自信，自信就是真心，自己的真心是什么样子？他给我们说了五桩事情，这五桩就说完了。五祖听了之后，衣钵就传给他，他就毕业了。啊，真的见到自信了，真的见到真心了。真心是什么样子？第一个清净，本自清净；第二个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第四句，本无动摇，这就是自心本定，真心没动过，没有摇晃过。这是真心，所以我们要想把真心找出来，用什么方法？定，就是不动不摇啊，不为外面境界所干扰。最后真心起作用，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宇宙，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心现啊，但是我们心现的一真法界，我们今天看不到。我们今天看到是十变的，八识所变啊，六道轮回迷得太深了啊，连天人所住的色界天我们都看不到。啊，修一点小定就能看色界天，看无色界天；修大定就能看到十法界。啊，大彻大悟超越了，超越十法界了。十法界是假的，十法界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十法界是在外，啊，通通包含当中，啊，通通是假的。虚幻不实，换一句话说，叫我们彻底放下，决定不能有贪心，有贪着。啊，事业，学佛的人都做善事，善事随缘，不一定是我一定要把它做成功，一定要做成怎样怎样，那你就有分别，有执着。啊，又有妄想，又有杂念，你完全是用的轮回心，你就错了。啊，断恶修善都不放在心上，这就对了。啊，这个下面我们看下面的问，这念老注解的问，以禅定为师者，
为诸大菩萨常在三昧无他受。啊，这个容易懂啊。三昧彼诸人天，这个彼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人天，这是往生同居土地啊，身份是人天，人天才需要事物，才会想起这个事情啊。如果要到方便土里面呢，这个念头不会升起，这个念头已经洗干净了，没有这个念头了啊。但是在同居土里头有这个习气啊，有的时候想起餐具饮食就摆在面前，这才想到我在极乐世界了，我这个身体不是业报身啊，不是为识所变的，饮食不需要了，它就没有了，就一念觉它就没有了，一念迷它就来了啊。所以若虚实实，百味佳肴，罗列在前，眼见色，鼻闻香，身受视悦，自然爆足啊，气宜化聚这个是大概都是刚刚到极乐世界，时间很短，还有这个习气啊。极乐世界住长时间，住长了习气就没有，不会想到这个东西啊。所以说再若虚啊，就是若再虚，他又复现。其次，在经啊，佛经上有说啊，真有这些人呢，啊，习气很重的人呢，啊，是故言，爱要佛法为，禅三昧为师，啊，这是鼓励学佛的同学。我们要爱佛的法位，佛的法位超过世间所有的美味啊！要想到禅三昧为师，这个好啊，也就是修定。我们修定是用念佛修定啊，学海鲜老和尚就一句佛号，他就定在一句佛号上，定成就了，叫念佛三昧。啊，成片是念佛三昧的前行。啊，不能不说是三昧，是念佛三昧啊。四义心不乱，理义心不乱，那是真实的念佛三昧啊。得四义心，生方便土；得理义心，生十宝土啊。但是无论即使是人天小苦，在极乐世界品位最低，可是在极乐世界的待遇跟最高的十地菩萨、等觉菩萨是平等的，这一点要知道啊。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去？就为了这个。他方世界要靠自己修行功夫，极乐世界是靠阿弥陀佛的愿力、阿弥陀佛的加持，不是自己功夫，
这个要懂啊，啊，不能不知道啊。啊，经文、论文、念老的解释，字字句句都在劝导我们要发真心啊，真诚的信心，要发愿心，愿生极乐，极乐世界太好了啊，真的什么障碍都没有啊，到那个地方没有一个不成佛，不成佛你不会离开讲堂，成佛就离开讲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就分开来说。一自在，佛有众宝妙义，极乐世界离不开宝啊，用宝来形容，冠戴啊，冠是头上戴的帽子啊，戴是鸡的腰带，璎珞啊，挂在胸前的装饰，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右面这个一段说明，衣食受用自在，食是装饰啊，冠者帽也，戴者衣带，璎珞者印度贵人男女，边玉玄身为师名印禄啊，我戴的手镯项链啊，这些称为印禄。如是啊，一时皆以众宝合成，故云众宝妙义等等啊。那么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会不会有温差？没有。为什么？没有听说它有春夏秋冬，它没有四季啊，所以他们的衣服自自然然随着环境自然变化啊，都非常合适啊，身上穿的跟大自然的环境都能相应啊，身上配的璎珞，像我们在佛像里面所看到的啊，画的全身的璎珞啊，珍宝所成，光色微妙，如观经上所说的，夜夜宝中有五百色光，是故无量光明啊，观经上所说啊，观经作为无量寿经的补充教材，他那个里面说的详细啊，又云夜夜光明八万四千色，
是故有百千妙色。所云百千者，盖其言其多也。实在是无量光明啊！啊，色中佛方光明。我们在《观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的报身啊，这个经上没细说，《观经》上说。阿弥陀佛的身，身有八万四千相，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我们这个经上讲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随顺印度当时习俗说的。啊，观经则不然，观经是随顺维提西夫人所前看到的。啊，佛以神通把极乐世界展现，让给维提西夫人看，让他去选择。啊，他看到很多诸佛世界，最后选中极乐世界。啊，佛对他赞叹。啊，他见的阿弥陀佛，报身了，身有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毫，每一个毫放八万四千光，每一个光里面都看到十方诸佛在那里做佛事。做佛事就是教学教化众生啊，佛事是佛的事业，佛干什么事业？教学讲经，这是佛事，这是方东梅先生告诉我，我跟他学哲学，那一年我26岁，我们这个课程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当时我很怀疑，我说佛教是宗教，宗教都是迷信的，他怎么会有哲学啊？何况佛教是多神教，多神教意味着在宗教里是低级宗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没那么多啊。佛教上供的佛菩萨太多，所以让人看到低级宗教。老师告诉我，你年轻，你不知道，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学哲学吗？在谈哲学吗？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里头的最高峰，我们从来没听人说过啊。方老师这样介绍给我，又告诉我学佛是最高的享受啊。这个单元让我对宗教产生兴趣，对佛教有了信心啊。那老师嘱咐我，他说现在的佛教不在寺院。我说在哪里？在经典。那是为什么？老师告诉我，200年前中国大大小小的寺院庵堂，无论城市或者是农村，出家人没有不讲经的，没有不教学的。宗教教育皇上直接管的，儒交给宰相啊，
佛跟道，皇上自己管，所以佛跟道的这个宫殿都可以造跟皇上一样的模式啊，用这个黄的砖、红的墙都可以用，因为他是皇上的老师啊，可以用。那时候人真干呐、啊，真有学问，真有德行呐、啊。但是现在出家人，他不学经教的啊，寺庙里可能藏着有经典，没人去学习啊。所以老师提醒我，在经典里面去学习，这个很重要啊。佛教要怎样复兴？恢复教学，回归教育，不但佛教，所有的宗教都要回归教育，互相学习啊，宗教才能够帮助社会化解一切冲突啊，消除一切负能量，宗教可以做得到，带给社会永续的安定和谐。所以要把宗教两个字讲清楚，讲明白了。唐恩米说，宗教是人类所必须，决定不能缺少。西方人现在放弃宗教了，东方人放弃圣贤教诲，放弃传统文化，这个世界怎么能不乱？你要问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乱，就这么简单两句话啊，东方人不信传统文化，西方人不信宗教，地球就变成这样。然后你再晓得宗教教育多重要。中国人有智慧，外国人明白了，没有人不佩服不赞叹，单单就宗教这个名词没人感动。什么叫宗教？宗有三个意思，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有这三个意思。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宗教两个字连起来，宗教是主要的教育，叫做宗教；重要的教学叫宗教；尊崇的教化叫宗教。这还得了吗？所以，中国老祖宗了不得了，在上面加两个字，你就完全明白了。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尊崇的教化。在中国五千年没中断了，现在断了，满清亡国的时候就断了，在满清没亡国之前还有影响啊，在五十年之前那个是名副其实的宗教教育啊，全国人民都接受，上从帝王，下从庶民，没有人不学，没有人不遵守啊，所以社会安定，天下太平。
啊，中国人疏忽，带头的人应该是慈禧太后，这个头带的不好啊。他执政之后，掌权了，他藐视古圣先贤，宫廷里面原本的是礼勤儒释道的专家学者来讲学，废除了，不听了。遇到困难的事情，他服软，他真搞迷信。啊，把正信的宗教丢掉了，他搞迷信，结果亡国了。啊，亡国之后，中国社会动乱，军阀割据，借着中日战争，再借着解放战争，所以把中国文化完全丢掉了。啊，汤恩比博士说，要求世界解决21世纪世界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这是举世闻名一位历史哲学家所说的。我们要认真努力啊，赶快把中国文化的根找回来。啊，根是什么？孝亲尊师，认真学习啊，从扎根教育，那就是从儿童教起，希望一代比一代兴旺，真正复兴起来，这个地球会出现千年盛世啊。这个盛世不是 局部的，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全世界啊，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大乘佛教能带给全世界永续的安定和谐。啊，那么后面这是观经上讲放光的事情，我们念一念。琉璃色中出金色光，玻璃色中出红色光，等等，这省略了。故知光色重重无尽，如是亦是具足庄严，自然再生，非因造作，通通是自然。啊，极乐世界没有工人，啊，做衣服的没有衣服工人，啊，烧饭也没有做饭的工人，没有农夫，啊，完全是变化所作，不可思议。最后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有缘分往生极乐界，问题就看我们愿不愿意去。啊，愿意去了，将来都在极乐世界团聚，都在极乐世界生活。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